法师，诸位同学，请掀开讲义。昨天讲到如来三昧分，这一分里面我们记录了三个小段。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最后一段没讲完，今天我们接着讲。即用之体，即而造即，在差别万殊，无非法界。先看这一句，那么这是从作用上来说的，用当然包括现象，没有相就不会起作用。可是相用它有体，昨天跟诸位说了，体是清净寂灭，即而造即，就是说性体发挥到了极致，也可以说性体发挥到究竟圆满，那么它展现出来的现象差别万殊啊。佛在大经上将这些差别相归纳起来说，设法界一真庄严，设法界我们知道每一个法界也是差别万殊啊，法界缩到最小，那就是我们一个人身，我们这一个人的身体就是一个法界。而且实际上讲呢，不止一个法界，无量无边的法界，这是事实真相。我们这个别看这个十八界小啊，它的差别它的复杂跟宇宙跟十法界绝不逊色，可以说是虚空法界是多么复杂，我们的身心复杂跟那个完全相等，这是从一个人身来说。有没有比这个更小的呢？有，佛在华严经上常讲一微尘一毛孔，
夜猫可能正报里面最小的，夜未成呢医报里面最小的，它复杂的程度就是差别万殊，跟大宇宙啊还是相等的，这才在经上讲啊，一经一切，一切皆一。我们在懂得这两句话真正的意思，所以说是无非法界。法界这个意思太广太深。当说到虚空，说到宇宙；小说到微尘，说到毛孔。既然都是法界了，诸位一定要知道，那决定是平等的。平等真法界，那么这是从体上说的。再看下面这一句，具体之用啊，不为而周，故大小相参，缘起无尽。前面是从现象作用的体上说的，现在再从体性体现象其用上来说，不为而周啊。什么叫为？此地的为，就是法相里面所讲的有为法跟无为法。弥勒菩萨依据世尊所讲的经教造了一部大论啊，于前四谛论，将世尊所说的这一切法相归纳为660法。天亲菩萨认为660法还是太多了，不便于初学，所以将660法再归纳成为百法，便利于初学。在百法里面，前面96法啊，前面94有为法了，后面有6法了，叫无为法。此地不为，非有为呀，非无为啊。有为跟无为是相对而说的呀，因为有有为呢，所以对面呢才有个无为啊，因为有无为呀，相对才有一个有为。两面只要一面没有了，那一边也没有了。如果对立了，给诸位说，作用就不能周遍法界。假如不是对立的，它的作用就周遍法界。那我们要问呢，到底有没有对立？对立是凡夫的妄想之处，不是事实。事实没有对立，这个诸位一定
要懂得啊，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没有对立的啊，都不是相对的，这是事实真相啊。宇宙万有啊，它的真相是和谐。我们在华严经上、华藏世界上看到，在净土经论里面，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看到，你看的是多么和谐。没有争论，没有敌对，这叫一真法界。所以大小相参啊，在这个经上大小相参是人举了一个最好的比喻，芥子纳须弥呀，这就是大小相参啊。芥菜籽，你看芥菜籽多大，像芝麻一样大。须弥山多大？大的须弥山呢，可以把它装在芥菜籽里面，芥菜籽没有放大，须弥山没有缩小。它怎么就能相容呢？道理就是在莫为而周啊。这个是我们凡夫很难理解的，凡夫有妄想分别执着，大的里面装小的可以，小的怎么能装大的呢？可是事实上小可以容大，大小无碍啊。那么这是说的空间，时间也无碍，念皆圆融啊，一念这个时间短了，一念就是无量劫，无量劫就是一念，无量界跟一念是平等的，是相如的，这个也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理解的，这些都是事实真相。我们为什么不能理解？因为我们没有舍弃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我们的知见不圆，偏漏执，因此缘起无尽。缘起无尽这句话怎么说？我换一句话来讲，因果不空，这句话好像是浅显一些了，可是还是难懂。但是再说的白一点呢，说不出来。有人曾经问过我，我曾经说过，这是队长，这不是我说的，佛说的，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是不是万法里面的一法呢？是的。既然万法皆空啊，因果何以不空呢？缘起无尽呐，这个因果不空啊，它有两个现象，
第一个是转变不空，因变成果，因空了啊，果又变成因了，那果也空了啊。可是它因果转变呢，这个现象呢，它在啊。所以说因果不空啊，是讲因果转变现象不空，转变现象相续不空。这个现象就是佛法讲的无常，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出不了这个定律。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然后你就真正看破，你也真放下，你得大自在啊。下面说是曰平生自在之意，这是真正得大自在。这个平生自在就是如来三昧，也就是我们自信的真常的相身。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再看第三段，净土现象分。入三昧，一切世间普皆严净。这是我常常在讲解里头提醒同学们，要修清净心，心清净了，身就清净了，身清净了，就不会生病了，百病不生了。病痛的根源就是心地的污染，才会生病。心地清净，怎么会生病？身心清净，外面环境就清净，境界就清净了。诸位同学一定要记住，佛常常告诉我们，境随心转，不是身心随境转，不是的。心随境转是迷惑颠倒啊！真正觉悟了的人是境随心转。我们身体是属于境的，我们生活环境啊也是境界啊，所以心地清净平等。你的身体，你的生活环境，当然是吉祥如意嘛。入三昧已，就是得清净心了。清净是正常的享受，外面境界转了，一切世间普皆严净。不但我们眼前居住的环境庄严清净了，设法界都庄严都清净，祝福如来。
法身大事古地上所证得的，我们现在心不清醒，妄想杂念太多了，是非人我，贪嗔痴慢，自私自利，这是我们现在的心理状态。所以我们看佛的境界也不清净，别说看我们现前这个地球不清净，我们今天到了极乐世界，到了华藏世界去看看也不清净。为什么不清净呢？我的心不清净。刚才讲事实的真相是境随心转，我的心不清净，境当然不清净。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是诸佛菩萨法身大士，他到我们这个世界来，跟我们住在这一起，他感受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清净，他感受到我们这个地球清净。为什么他感受到清净？他心清净，于是这环境就清净了啊！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个人有个人的法界，法界无量无边，这个道理很深很广。我们再看第二个小段，有入定故方能现象。现在什么像清净之相，就是前面讲的庄严清净之相，因为他入定了，所以他现的是清净庄严相。我们身体清净庄严就是健康长寿。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不老不病不死，你的身清净庄严，这都是真的。精已入神，以致用故。精是纯而不杂，意是理，最合适的这个道理叫义理。我们今天的人生在人道，哪一个道理最适合于人道的？这叫义理。所以义理跟教理啊有差别。教理是圆满的，是整体的；义理是部分的、局部的。是法界，每一界有它的义理。精义入神。这是作用啊，发挥到极处啊，就底下讲一知用故啊，这个神就是经上常讲的不可思议。
啊，神奇的德，既然不动啊，无不通过。既然不动，是讲心。精一入神，是讲现象，是讲作用。啊，既然不动，是讲性，是讲体。无不通过啊，通说通达无碍啊，过去未来此界他方啊，没有不通达的，没有不明了的，这个是自信本具般若智慧现前。三昧即是发之体故啊，一体其用啊，用不离体。这不但是深深的道理，而且是广播无尽的现象啊！佛在此处句句都是给我们讲的真实话，提一下用，是一二三三而已，永远呢没有分离的时候啊，受作用一定有现象，一定有性体；摄体一定有相，一定有用。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啊，无论是佛菩萨，或者是众生凡夫，都没有例外的。凡夫跟佛的差别只是迷雾不同而已啊，除迷雾之外没有不相同的啊。觉悟是性德圆满的显现，迷惑的时候堕三途堕地狱还是自信的现象。迷的是自信，悟的还是自信。自信本身没有迷悟啊，所以众生能成佛道，我们的信心呢从这个地方建立。再看第三个小段，是气皆云有三，这个三是举例子，庄严是无量无边的。气是我们生活环境啊，这个里面庄严呢略举三种，一楼阁，居住的庄严；第二园林啊，楼阁所依的处所；第三空中庄严，空中有天月有雨花，这是表三缘起，
如果表自体缘起，灵表有为缘起，空表无为缘起，所以他略取这个三类，他有意思的。为与无为，既无障碍，即是自体，即现差别，三不相离。你看楼阁园林跟虚空不相离，说明三缘起也不相离。自体的缘起，就是法界。前面讲的不离法界，在法界里面有为有无为，有为的，我们今天讲的生物啊。动植物矿，这是有为啊，有为变现出来的。虚空呢是无为变现出来的。白法里面幕后六个无为法，有虚空无为，在白法里头，真正的无为法只有一个，最后一条，真如无为。真如无为不是虚空变现出来的，不是无为变现出来的，那是有为无为两边都不离的，那是真的无为法了。那么这一段是显示虚空法界从哪里来的。今天许多科学家在探索，在研究宇宙怎么形成的，生命从哪里来的。佛在这个经上跟我们详细说明了，佛说的靠得住靠不住，佛决定不是说我这样说你们就这样信，佛没说过。佛所说的要我们去求证，我们要把它证明啊，证实啊，证明啊，这是事实真相，跟佛讲的没有两样。于是我们对佛所说才接受。这一点我们仔细去思维去观察佛的讲经说法确实跟一般宗教不相同一般宗教里你只要信，你不必去求证，佛教我们证再看第四段，第四段里面一开端给我们讲，定其心体不见内外，
即思会真，破亲显法，自内而观通真性，广播无际。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里头的意思都很深很深。如来化身大士，古地的境界，定有很多种，有浅深不同。在佛法里有所谓世间禅定、出世间禅定。世间禅定，四禅八定，没有超越六道轮回。你修四禅，你往生色界天；你修四空定，你往生无色界天。出不了三界，这个与心体不相应。三界之外，那个定功啊更高，像阿罗汉所得到的《楞严经》上讲的九次地定，这个世间定是八个定，第九定呢，超越六道轮回了，是声闻缘觉所证。菩萨的定呢，更深。那是第九定以上的，这些定没有能超越十法界。为什么不能超越十法界？这个定不起心体，心体是什么？自信，真如本性。它这个定跟自信不相应。所以不能超越十法界。六道里面是凡夫，大乘法里讲内凡。六道以上没有超过十法界的啊，这个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叫外凡。你看看大乘法里面还是把他们看作凡夫啊，内凡给外凡啊。谁是圣人呢？一真法界，超越十法界才算是圣人啊。怎么超越十法界呢？他的定跟自信相应，大乘法里面称之为性定，像楞严经上所讲的熟楞严大定。这个定是属于性定，此地讲的定起心体，不见内外啊，不见内外
法界才是一真啊，有内外法界就不是一真了。你所见的是法界一真庄严，你所见的六道轮回啊，什么原因呢？因为你这个功定功啊，与自信不相应，道理在此地啊。大乘佛法的修学，不仅仅是禅宗讲要明心见性。大乘八个宗派，任何一个宗派都是明心见性的。我们念佛人也不例外。念佛人现在见不了性，待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古人常说：“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那个开悟就是明心见性。所以我们在此地见不了，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弥陀本愿威神加持我们，我们就明心见性。道理在此地，这是在许许多多法门当中我们最容易成就的一个法门啊，是不见内外啊。即是慧真啊，四十四相，就即是慧真怎么讲呢？在相里面就见性了。禅宗里面大彻大悟之后啊，所谓的什么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就是这个意思啊。即是慧真啊，在寺里面体会到真实，在相里面体会到真心，破情现法，情执没有了，断掉了啊。法是什么？事实真相大白啊，宇宙人生真相完全显露出来了。是自内而观通真性，广博无际呀。这是从自信啊，从体上看，所有一切万法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是自信变现的啊，所以同真性故。除了这个真性之外，无有一法啊，广博无际，即是边际，没有边际啊。这是从体看现象，看作用，要自外而观呢，不坏相。过外有灵，灵外有空，三重光霞庄严过亿，这个里头含义就深了。从外面，从现象上看，从作用上看，不坏相。这是华严经讲的，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不思议的解脱境界现前。特别记住不坏相，
为什么呢？相跟习没有障碍，相与相也没有障碍。你要动一个念头啊，要破这个相，使所有现象都变成相同的，你就错了，你就大错特错。诸位要细细去体会这个道理。上个月我在新加坡，澳洲来了几位同修来看我，其中有一位澳洲人，这位老先生很难得，也算是虔诚的佛教徒，曾经访问过台湾，台湾有一位老法师劝他戒瘾了，基督教徒来信佛，希望基督教徒放弃他的信仰来做佛教徒，因为他是外国人，他本身就是从基督教回归到佛教，不错，很好，你多劝几个基督教通通都回到佛教来。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我跟他讲你错了，错在哪里呢？你坏了世间相啊，你破坏世间相啊，你不可以叫那个基督教变成佛教徒，不可以帮助基督教成就基督教，你成功叫他在基督教里头大彻大悟啊，他当牧师菩萨牧师，他当神父菩萨神父，这就成功了啊！把他改变成佛教徒，你就大错特错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法呢？我跟他说，他听懂，他明白啊，这叫什么？不坏世间相啊！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相。啊，我们帮助他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做一个模范的基督徒。做一个真正与上帝心行相应的基督徒，佛陀教学成功了。啊，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连这一点小道理都不懂，那不叫白学了。这个就是此地所说的啊，不坏相故啊，所以他就说过外有灵啊，灵外有空啊，国有国的相状啊，三通宽狭庄严各异，国有国的庄严，这样才美不胜收啊。我们在经题上就介绍华严是比喻啊，
像一个大花园。这个花园，这个世间所有各种的花卉，不同的品种，通通具足，哦，这个花园才美嘛，美不胜收啊！啊，所以经里边就讲杂花掩饰啊，你看它多美啊，而不是啊，这一个大花园只有一种，只有一种花，除一种之外没有第二个品种。那就是不是多元文化啊！我们知道，一切众生原本就是多元文化的一体啊，一体多元，多元一体啊，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同不爱异，异不爱同。同意没有障碍，因此不必要坏事现象啊。所以庄严国义，世界理事交持，设方三界无不圆融啊。理事交持就理事无碍，离世无碍，四世就无碍啊。设方是讲空间，三际是讲事情啊，整个宇宙无限的时空啊，这个里面所有一切的万事万物无不圆融，哪里会有冲突？只有迷失了真相啊，众生随顺妄想，随顺分别，随顺执着，才有增智，才有误会，才有战争啊，才有灾难。了解事实真相，一切众生自然和睦共处啊，共存共荣啊。啊，人人都得大自在，个个都证大圆满，这是华严教学唯一的目标啊！个个做菩萨，个个做佛，是在你本位上做菩萨做佛，没有改变我们的形象啊。所以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那些诸佛如来，这里面有男女老少，有各行各业啊，他们都成佛，他们都成法身大士，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没有改变他的身份，没有改变他的行业，也没有改变他的信仰，他都成佛了，都成菩萨，这叫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啊！这是个圆融的法界啊，所以称之为一真法界。你看看这个现象啊，确实是我们世间人所向往的
真善美都达到究竟圆满，我们这个世间实在讲对于真善美的境界只有言说而没有事实啊！那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事实，在《净土经》上看到极乐世界落实，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落实，原因在哪里？下面要跟我说说。